好，我们要复习50页的生字，客厅里面的一些家具、电器产品，还有一些家电。好，来第一个 carpet，carpet，carpet，这个是铺在地上的地毯。再来 easy chair，easy chair，就单人坐的。舒适的沙发椅，单人坐的沙发椅。再来，rocking chair，rocking chair，rock，R-O-C-K，rock，它是摇的意思。那 rocking chair 就是摇椅。cushion，cushion，cushion，抱枕，cushion。好，table，table，好，le，苹果怎么念？Apple，所以 Apple 后面也是有 le，Apple 的拼法是 apple，所以一样，这边也是 o，table，table 桌子。好，c 后面是 e 哦，所以这边 c 并不是发 k，这个 c 是发 s，ei 就念 e。sec，好，ing 是 in，ceiling，ceiling，天花板，好，再来，lamp，ceiling lamp 就是挂在天花板上面的灯，ceiling lamp，OK，、okay, 有 a 又有 e，后面的 e 不发音。A 念 A，vase，vase，花瓶。OK，好，前面这个字是 book，后面这个呢 case，bookcase，bookcase，书架。OK，好，原本这个字是只有前面 hang。a a i i an 和 an hang 就是挂。譬如说像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把袜子挂在墙壁上，挂在壁炉上，然后圣诞老公公就会在里面装满了礼物给我们。那个就是把那个袜子挂起来，就是用这个 hang hang。好，那可以拿来挂衣服的那个东西叫做。衣架，所以就是在 hang 后面加 er，hanger，hanger，衣架。OK，先不要看后面的 s，这个 s 是加上去的。好，母音是 a 跟 e，好，e 不发音嘛，a。好，我们先再从前面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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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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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r，你先把这两个音混在一起。的 r dr 的 r dr OK 然后呢这个 a 直接念 a dr dr a dr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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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是窗帘那通常窗帘我们会挂两片就是然后可以拉嘛所以呢会用是复数的所以是 drapesDrapes，好，窗帘有两种说法。刚刚那个是窗帘，然后可是这种另外一种说法，这个以前我们就学过了。好，这个也是窗帘哦。OK，好，你看 ，you are，er，you are，er，cur，cur。好，后面这边是 a i n，后面这个就不要管它。
AI 发什么音，因为它是它在后面，它是我们叫轻音节，所以它就念懒人音 e e t e t。好，所以是 t n ten， 因为 AI 是 e n n n， 所以 AI n 念 n t n ten。Curtain, curtain， 好，一样。窗帘我们通常会有两片，所以我们通常会用复数。当然，如果只有一片，你就只有一个 curtain。好，所以呢 ，curtains, curtains。再来，前面蓝色的这个部分 ，hat 是帽子，后面这个 stand。A-A-I-I,stand, 站起来就叫做 stand, stand up。 那能够让帽子站起来的，那就是 帽架，就是可以挂帽子的一个帽架， hat stand, hat stand。 好， t-a-t-l-了，虽然一样都是一，前面这个一发 a t a t， 后面这个轻音节懒人音了 tell。 好，再来这个 i e v e v v e v。 好， s i 呢， s i 发的声音是 z，这个日就是类似我们以前学过车库，停车的车库 garage， 后面那个日的声音 garage 日。好，后面这边呢一样懒人音日 n 人日 n 人 vision vision。 好，前面是 teller，后面是 vision， 所以合在一起 television， television 电视。好，音响 stereo， stereo， stereo 音响。收音机 radio， radio。Ash, sh 念 sh， ash， ash 是灰，就是你，比如说你烧了纸，或者是爸爸，或者是有的人他们抽烟，那个烟会有那个灰，所以是叫 ash。 好，再来 t r， 先把这两个混在一起 t r A-Y-A A-Y-A， 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音看待， A-Y 念 A， Tra A Tray， Tra A Tray。 好，哦， Tray 的意思就是容器，譬如说像托盘，一个容器可以装东西的一个容器，通常是凹的，就是类似像托盘。好，所以呢可以装烟灰的一个容器就是烟灰缸， ashtray， ashtray。 OK， 好，母音是 i， i i e e， w w w e v， t c h， t c h。Switch, switch， 好，电灯的开关，电器的开关叫做 switch。 这边呢我们先看 a little， little 一样又有一个 le 了，就是我刚刚讲 apple 后面不是也有 le 嘛，所以是 apple 念 apple， 这边是 little， a little是一点点。好，
E-W 念 U。 好，如果这个 F 改成 N， N-E-W 就是 New， 新的。那这边是 F， 那就是 few， few， a few， 也是一些。好，或者是一点点，一些。好， a little 跟 a few 都是一些。那可是你后面，我们如果要描述这个东西只有一些，好，你要后面这个你看 water， water 是不可数的。Pens 笔是可以数的，所以呢，你要记得 a little 后面接不可数 ，a little water，a little water，a few pens，a few pens。